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。 소녀시대 완전体 终于 要回归了吗？ 根据媒体报道，综艺节目《 You Kids on the Block》目前与소녀시대正在讨论出演的事情，制作组与各成员们的所属公司也正在协调行程中。因为这次的出演是继2017年之后，时隔4年的完全体回归，而且今年也是出道14周年，所以对成员们粉丝们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啊，真的。 哇，大方啊！我快要昏了，苏喜终于要完全体，果然是 U Kids， 谢谢你们，索尼系列。既然都要回归了，那就顺便也为我们出一个应援吧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演员马东석的表情引起争议的理由。7月26号，马东석在 IG 上传了3张自拍照，并留言：“3张照片都是开心的表情，炎热的天气要注意健康。”我们来看一下马东석开心的表情。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。我错了，请放我一条命吧。是有人没还钱吗？可可可，好可爱，可可可。大家觉得可爱吗？不是不是。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阿东米俊翔惨叫跌倒时 IU 与苏香的反应差异。거의 여기서 뛰어야 苏妍真的是非常真实的家人反应，苏妍也太有礼貌了吧！如果换作是我，会笑到在地板上滚来滚去。不是，看着这个 IU 的性格也太有魅力了吧 ！IU 马上就去帮忙扶起，太甜美了，真的是朋友与家人的差异。因为我没有妹妹，所以不知道妹妹真的会这样吗？然后安慰惨叫说没关系，谁都不知道的 IU 在自己的 IG 现实动态上传了这个东西，抱歉使用成预告片了，我是坏姐姐。 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 Oh my god， 효정，基因。生日快乐。